所有的姐妹们看到他就是有能量的，鼓励很多病人，所以我很，其实我很感谢他。我来自于江西南昌的李永红，大家都熟悉叫我小东东。在台湾我经历了生命中最大的打击，因此也获得了重生的力量，我要把这个力量传遍给台湾的每个角落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